抓完了啊，打磨打磨，喷喷漆就完事了。那个不可能，你是带那个马面的。那卖了不不便宜的哦，是，别往家里都是这么一毛病。把车洗一下啊，然后开始喷漆，已经装完了，看看这效果，再喷完漆再看看效果啊。漆已经喷完了啊，再喷点两油都完事了。
经修完了啊，然后带我哥们儿一块儿应该去吃个饭了。再来啤酒鸭啊，啤酒鸭，来大锅啤酒鸭，大锅呗，大锅啊，好，别老大锅，别老，干半天活了，那就吃吧，多吃点都行不了，那平锅啊，大锅。来弟兄们，辛苦了你，辛苦啥呀？你本身我就在这干家里干的两三天，咱自己挣半天都没了，是不是？有生事就生气了。不开车的咱不喝酒了啊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啊，再喝点饮料吃点呗。我等媳妇出了门儿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该吃吃。自己动手啊，吃饱掉就得了。别喝啊，吃饱喝饱啊。也吃饱了，也喝了。吃肉里边还有肉的多吃。我说要小包给。哎，那得吃饱掉呀。干半天活儿，睡忙这忙的，吃点有劲的干活儿。哎呀，咱都坐一块儿接待吃个饭，聊聊天儿。你要平时动忙，要不然没空坐一块儿。对。